找得到吗？可以。好，现在如果他到这，人们的心里面会什么？会什么？对，这个是什么？在躲，在害怕嘛，他就一直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当人心连他连我，其实就是我的头在连他了。那我现在是改变一下，现在我都害怕，那我这个挡他，他这边打我了哈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吃到我的东西，哈，那我又是我不害怕了。哎，他为什么被弹退了？你知道吗？位置点改变了。位置点改变，他还硬着。又被肩膀打到了，因为你拍何处打何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害怕，我肩膀去打你，我心里害怕，哎，我不害怕了，不一样了呢，你还在这边死掉是吧？不行，你用点力。你刚刚讲是空了嘛？空间位置都改变。空间位置改变不是这个，我害怕。就没有改变任何事。那我这个不害怕。在改变了。改变了他，他打我不发你。打不到了。打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害怕，你看我被他害了，那我不害怕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他知道我一改变了，他会怎么做改变啊？我现在是害怕，你不必改变我，那我改变。他一定是从这来，所以我知道他下一步，因为这边背嘛。当背试的时候，我又连着他，好，那他打过来，那我这个是害怕啊，他不是又打了？那我不害怕，你用肘打，合过来，因为位置又改变了，不害怕，来，这个害怕，他把我撞到墙上了，那我不害怕，来，哎，他怎么好像？会偏掉，你知道？这害怕，哎，一直在压我。那我现在把心啊，不害怕了。哎，一碰它就会歪嘛。有一个女的作用。他说，其实我没有作女，对不对？他平时三世都在。啊，那就是你的心。哦，人家一拳打到头，你看他会变骨头来了，他会揍你的。哎，不害怕。粘，看它粘哪里嘛，它自动会改变那个顺序的位置。它现在不用实力来打，它僵着想要打我，就自己把自己打出去。实力没办法，其他会的。好。